喝牛奶，我把门关了。他什么都知道。等一下吧，换个位置，换个位置。要不要换个位置？换个位置。哇哇哇！好贴心哦，好注意细节啊。他完完全全知道这个女的怎么了，他就整个感觉她的磁场，就观察力很好。对，他一直在关注她。安卓没话说，整个傻眼。阿卓主动的机会都不给吗？没事没事，我这没什么事。还不去关门？我这没什么事。老公过来了之后再那个。我去拿一个那个勺子，要不然的话真的太有那个小走开，赌气了，再赌气赌没了。这个 对啊，完了，又有点心疼阿卓了。哎，